拥有神级开锁技能的脑洞少女吴映洁。我们盖棉被纯聊天，好，盖好。当花瓣离开花朵，安详。林明君，金莫欣，最近这边好像有点闹鬼，啊、先给你一个平安平安符啊。嗯，他会保护你的。无人来修，先放好，放这里。鬼，你真是贴心啊。嗯哼，不用担心，我怕你被鬼抓走。以后呢，我就是你的护身符，好吗？有请专业啃干30年的实力背锅侠白敬亭。哎，你们记得王鸥生日几号吗？你找到什么？没找到什么。你都没有分享给我们，我们怎么知道你找到什么？就是、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我想你应该就是凶手。来，你这是什么分享？你帮我把床搬开。来，先背背。你，我感觉你又在浪费时间。你是不是凶手？你才是凶手。你就是凶手。白小希用他的生命做自己的密码。啊？他告诉我是用我的密码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你说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同性恋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用他的密码？我们是绝代双骄、啊。那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他？啊，有问题。你比较喜欢我还是喜欢乔？哦，我还是喜欢女的。所以你为什么要用他？你以为乔是女的？不是，我们是绝代双。还是你喜欢我宝贝？我们是绝代双骄。怎么可能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，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层意义？你确定你不是同性恋？不是。你确定你不是同性恋？不是，你怕，你走开。真的？真的。收我，快点！你什么兴趣爱好？喜欢上别人送？快点收！手机看我手机，哎，不可以给你看，对，不能给你收身，我要先跑走。回来让我送。不要！手机交出来。把手机交出来。手机交出来。不亲亲。不要。快！为了。你给他收吧，都讲到这会儿了。所以离婚协议书，哎。有请搜证天王何炅。有请重度精分气势逼人的推理大师撒贝宁。哈他是一个非常温暖、非常善良，而且也很保护我的哥哥。你好讨厌！神坛，对吧？嗯。啊！你是你真的太有才华了，多才多艺。和微笑哥哥，微笑哥哥，微笑哥哥不介意。哎呀，哎呀。微笑，我也有动机。枉费我对你一番情谊。我在这一次的案件当中，完全不怀疑他。撒微笑，爸，何香水在他整个质疑我的过程中，他一眼都不敢看我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对眼。我倒觉得很像你。你说所有的怀疑，我是最有嫌疑的嫌疑人。
请客气女神王鸥。来，你们两个已经有一腿，我们终于曝光了。我要搜身。啊！对我一见钟情，是个有爱心、有温度的型男。这颜色跟他好配，我该一朵送给他。你们俩穿的跟新郎新娘一样，有人把带走吧。谢谢，你求什么婚呀、啊？你的小粉丝送你的啦！啊，事已至此，我怎么活下去？不是还有我的吗？哎，好美！我需要人工。我面瘫了，你都对我如痴如梦，下不了手啊！这个，我是个善良的18岁的青春美少女。我们大人的世界，你们孩子是不会懂的。来，叔叔抱抱。要脱衣服吗？回家对我像小猫，你真好，你真好。侦探看着我们。这个美人跟少女，你觉得哪个比较漂亮？你啦。我们两个人现在是这样的状态，隔了一层纸。我们谁都没有去戳破这件事情，戳破这件事情。谁还把他们两个给杀了？来报考这个飞行学院，也才会非常开心的在飞行学院跟欧成为我自己觉得是一对情侣。所以呢，其实对我来讲，我完完全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我哥哥，而且我觉得我很快乐。虽然在后来我跟欧的这个感情上有一点小问题，那我也想要帮他解决啊。你们俩分开是因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在一起，我们俩没有在一起过，没有在一起分开。我是他的。怎么讲？倾慕者，蓝颜知己，算男闺蜜。对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暗恋他，但他从来没有跟你。不，我们其实已经超越了恋人的那个阶段，已经过渡到了我个人觉得是很好阶段。要不是你会为了保护他拼命吗？哦，不会。我觉得拼命这件事情在我的字典里是没有的，因为你只有留下这条命，你才有可能保护你的女人。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会保护她，但是我不会为了爱做任何的傻事。哦，亲爱的，不要担心，有我在。船长，到底发生什么情况？这么好的船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在我们船上还有三等舱。哦，我以为二等已经是最 low 的了。Excuse me， 我就是住在三等舱。对于你来说，谁不是最 low 的？哦，不，你不 low。哦，我的天哪！为什么要锁他？我就问一下侦探，当你的女人被画了一张这样的画的时候，你气不气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关键是这不是很明显吗？跟你一模一样。啊？啥？这是他呀？你为什么画人太太的裸体画？他付了我钱呢，我这是一个艺术。他还付你钱？对呀、啊。哎呦喂！你就这么爱他？我爱你呀、啊。那为什么你贴着他？因为他是我意淫的老公啊。那你不能贴我吗？我也有贴你的呀。你看。哎呀，今天不是4月1号？哎呀，金影科帅，金影科帅，我宝贝儿，困死了，我们来，这边出大事了，我看，特别吓人。哎呦，这干嘛呀？不是，从第一集之后我们就不这么演了，再来一次，刚才是第一集的演法，再来个第九集之后的演法。哎，你好。能不梳一个那个哪吒一样的头？我就是喜欢这样的。对，你再说一遍，哈尼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呦，3:05，跟我的哈尼一起来，跟我一起来的吗？今天晚上谁再敢跟我哈尼哈尼的，咋的了吗？我也没什么办法，不怕。